下面有请彭丽、佘汉琼、Wendy、陶青上台表演舞蹈，王昭君编舞 Jennifer 王，化妆 Mona Lisa 佘超群。江水送你下扬州，真
今天的节目精彩纷呈，大家也看见了，一对旗袍佳丽向我们款款走来，他们带着孜然的芳香，带着青花瓷的淡雅，将用他们的古典美诠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辉煌。分担又何愁，扬州
Thank you.
青春度明天，你要真情换此生，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马明伟先生是洛杉矶著名的五星的经理，曾经在中国广州举办过多场个人演唱会，现在五星舞厅是我们洛杉矶华人的一个文化场所。